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刚刚暴雨过后，我们又来探险山洞了。今天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找一点奇石。悄悄地告诉大家，这个里面曾经有人捡到过积雪石。因为刚刚下过暴雨嘛，这个山洞里面有水流出来，就可能把山体里面的石头冲出来了，所以找到的几率会更大。好，现在跟着我的脚步出发。可以看到在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的水非常的冰凉啊，冻骨头的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沟往里面找。好，这旁边有台阶，我们先这个台阶往上走。这个下面非常的高啊，可以看到我这里这样直起来就会撞到上面，这里非常窄，然后过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了。哇，好多蝙蝠。把我们沿着这个水流继续前进，现在要找的就是这些地方啊。这那个里面有瀑布啊，我在里面去看一下。哇，好多蝙蝠。这个蝙蝠好多蝙蝠，再看这个瀑布，好大的只蝙蝠啊，快看，我操！看我身后的这个瀑布啊，这时候大概是这个洞进来了有200-300米的这个位置啊，一个瀑布，然后这样洞是分叉了，从那边去还一条路，不要问。哇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我们赶紧找，找了赶紧走，看。这种石头的话就可以做硬脏料啊，这种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先收起来。看。哎，这是红色的。对。看。这个就有点像了，这个有点像了啊。这个颜色还不够深，把这个以前都带回去吧，带回去。哎，哪个前头哪谁这什么是反光的？反光吗？来，我们看。你的，你爬上呢？看有点东西啊。不是，是烟火弹。哇，这是宝贝啊。发财了。有印子。来看看。这有印子。我们再找一下。别拍了，我们找起来。全部都来找。肯定还有。今天赚大了。我们都来找好。